大哥，哎，请喝茶。哎呦，太烫了吧！你瞧把孩子手烫的，故意气我是吧？我怠慢了哥哥呢。热的、冷的、常温的、加冰的，后厨都给哥哥您准备好了。既然你认了我这个大舅哥啊，我就得给你们立点规矩。这第一条啊，你得一碗水端平，不能因为有男朋友而忘记哥哥。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。收。这第二条啊，如果我和你男朋友产生分歧的时候，你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这边。那是你的错呢？不存在。这第三条，如果他欺负你，你就揍他。你揍不过他，哥帮你揍他。我看你就是单纯的想揍他。只要你让石像跟我走，多少规矩我都遵守。爱妻守则。